吃了没有？我记得我刚减瘦下来的头一件事我就去逛商场，这看见我喜欢的衣服我就买，觉得穿什么都好看。哎，自己觉得就是好，终于能够买衣服了。我第一次去逛商场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就买了15-16件衣服。哇，哎，那我觉得那个幸福的感觉，到现在你讲起来，我还能看到你眼睛，哎呀，带着那种笑意啊，至今都很难忘，是吧？对。但是我觉得穿衣服啊，还是得挑身材，对不对？当然。所以当时你们瘦下来买那么多衣服，就是一个例证，就是你们自己都觉得美，愿意穿漂亮衣服。我们今天把衣服拿上来看一看，哎、好吗？好好好。这个衣服呢是最瘦的时候和最胖的时候。对，这件衣服就是我最，也不是说最瘦的时候。就是照片上的那件衣服。哦，就是那件。这件衣服是我200斤的时候去买的一件衣服。就是当时看到什么就买什么，是吗？对对对对，现在基本上都穿不下了，穿不了了，系不上扣。扣肯定是系不上，袖子呢？成马甲了。成马甲了。真的是成小马甲了。对。哎，那件呢？这件就是现在的衣服了。现在的衣服就得这么大了。这俩衣服差别大了，后面差出一个人来，对不对？后面感觉像童装了。像亲子装这个。对，一个是爸爸，一个儿子。那时候我腰围只有25、26的样子。啊。现在腰围就得50多了。你们俩说句实话，你们觉得现在的对方更好，还是当初瘦下来瘦到100多斤的时候更好？他在我眼里什么时候都是最好看的。